好，早餐吃了吗？我刚吃完，打算去跑个步，要一起吗？餐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吃了特别多，但是呢，长不胖，长不胖。晚上好，你是不是知道我要问什么了？其实我就想告诉你，晚安。厉害，你真善良。不化妆是天生丽质，化了妆那就是神仙。恭喜发财！这个你就说到点上了啊！王源最杠，童年猛虎，虎中之虎，非常虎。多吃水果和蔬菜，王源哥哥把你爱。少喝奶茶，不吃糖，王源把你肩上卡。跑调了，没唱上去，没唱上去，感动，很感动。嗯，虽然跑调了，但是还是很感动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阳指，一阳切几指啊？一阳指。我是千玺，你不要选别人啊，真的，我只要你，我选定你了。所以 TFBOYS 什么时候娶我？痴心妄想。不怕他娶我吗？真给自己加戏。